没想到我是第二个吧。这些报纸应该没有什么不一样。这个怎么找啊？这也太难找了吧。好难啊。这太突然了吧。没想到我是第二个吧。我是第二个，不是倒数第一。就先这样吧，第一次。好难啊，不忍心，他太乖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刚刚看我的眼神，大家对不起，我也觉得我自己对不起他。他那个表情看着我，我就感觉我杀了一个无辜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天哪，沙哥，我来了。你是让卢卡斯喷的吧？啊，我猜到了。我开始我有怀疑他。其实我觉得他们喷你没啥必要。我也觉得。手不能提篮，肩不能挑担的，也撕不了他们。咱俩今天咋那么惨呢？我有点惨。谁是通讯员？谁是通讯员？谁就说吧。子毅，你是通讯员吗？你不是通讯员。你们三个中有通讯员吗？你们仨都不是通讯员。不是，你们去找吧。那谁是通讯员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先找东西。这我们也找过了，这我们找过了。还有哪里？还有哪里有线索？还有信息吗？还会有信息吗？黎明，等一下，子夜，今天是礼拜，不是，他有个橱柜，找子夜的亲戚搬下来，这个还是要死掉的学生。这个很重要。刚才是柜子那一排。对，七年级一班啊。吓我一跳！找到什么了？我觉得你别跟我们在一块儿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被验证过。虽然我们相信你，但是我觉得安全起见。确实，也很难相信，因为我没有被验证过。对，因为你没有验证过。Baby， 我找到了，我拉着你们来验证。好的，行，好。你们给我打个掩护吧。